有录到。我以前常常在山上爬山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些凉亭或者是建筑物，我在想说那个是怎么搬上去的，因为有些那个地方它路很陡，很难上，就那时候有时候连我轻装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可能，看那柱子又那么粗，这是铁怎么背上来的。然后等到开始我参与这些建筑工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哇，这都是人力背上去的，我觉得很不简单，而且也蛮辛苦的。我感谢那些曾经在山路上啊帮我背那些建筑工人，我从甚至可以体会到他们辛苦。陈出没 ，box。哇，不断。又来一个人、哦、没有背架，直接扛就出发了。头狼哥铁头出发，南湖背运工程，今天背刚过一位小俊，哎，阿南，哎，李烈，阿雄，然后再来志荣、阿灿，然后笑琪，啊，干卡住了，啊，得地点，得地点，啊，我脚，啊，有了，在这，哎，休息，这里有。贵枝哦，哇！好，对吧？后面这样。OK， 小屁股。哇！慢慢倒车。哔哔哔。OK， 可以转身了。完美。来。哈速度，好，起来，你们，哎，我爬四度，概念，哇塞！极大的考验，你看 ，Oh my god！ 风太大，一直被吹啊！被吹的，再低，好，低，好。
再低哦，再低，再低，再低，好 ，OK， 再低哦，再低，再低，再低，好，往你的右边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再低哦，退退退，再退，再退，再退，好 ，OK， 转，再低一点，再低，转，转了，转了 ，OK。好，可以，慢慢吹。小心哦。好。是通往南湖上屋，五连峰。一定要慢慢走啊，这身体要抓，下面很深。五连峰，这是李雄，这是莫福克。过来，来 ，OK，OK，OK， 再来。小心，小心上面哦！啊，掉掉，好，掉掉掉，好好好，小心上面，小心上面。等一下，往你的右边一点，喘气一下。现在准备回程的路上，都会调配自己的体能，所以不能快，因为我们背的是水泥，所以会浪费比较多体能。一样，今天还是一样到得了山屋。身为熊墨人，死为熊墨魂。这个是五连峰第三峰吧？今天。南湖最后一天撤收，这是我们的营地。哦，这都是搭帐篷的位置。然后环境周遭，刚刚都有检视垃圾了，没有人为的垃圾存在，没有的人为垃圾存在。然后这个都是要撤收装备。下山撤收装备，下山做最后的检整。
一直被敌人用攻击击，我是否该趴下？趴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双眼闭雾，趴下！趴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被对方，目前无法前行，我只能寻找掩蔽物。